魏策一，魏公叔锄并。魏公叔锄并，魏王往问之，曰：公叔并，即不可为，将内舍即何？公叔锄对曰：锄有如是子公孙养，愿王以国事听之也。为佛能听，勿使出境。王佛应，出而为左右曰：岂不悲哉？以公叔之言，而为寡人必以国事听养，不亦悲乎？公叔锄死，公孙养闻之，以葬西之秦。孝公收而用之。秦果日以强，魏日以削，此非公叔之辈也，魏王之辈也。辈者之患，故以不辈者为辈。